中国梦之声，我们的歌。前辈歌手，集结式。还有些娱乐设施啊。我们的歌，我们的人呢？怎么还不来呢？李健老师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左儿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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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很久了吗？来了两个多小时了。两个多小时啊？你在等我吗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坐坐坐坐坐，好，坐坐坐。这两天特别紧张哦，因为我要唱的那首歌，其实怎么说呢？哎呦，哎。你好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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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啊，周老师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咱们随便坐吧，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，你坐这里啊，你坐这里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你们应该是哲哥出道比较久，还是健哥的？他是我的前辈的前辈了，前辈前辈的前辈。我们不要聊这一题好吗？我出道的时候很小 ，OK。我好期待我们下一个同学到底是谁？下一个同学啊，可能我的学长来了，应该香港来的吗？嗯，听说是啊。那但是已经是你的学长，那就是嗨，学长。久仰了，毕哥，你好，李健，你好，哇，好了，来，辈分来，毕哥，请坐 ，OK， 请坐，太开心了，见到你，当然开心了，我跟毕哥也是好久没见，四十多年没见了，其实毕哥我还没有机会跟你说，我高中的时候，我翘课去看你们的电影，是吗？哪一部电影？我去看追赶跑跳碰哦。